我可以期待黑熊退伍后有波斯王子般的身手，懒懒的脸孔，魁爷的身材。你洗洗睏啦，熊二是有可能有这种代志啊！你是起笑伊呢？告诉你什么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好不好？想要有波斯王子般的身手，有机会练得出来；魁爷般的身材，有机会也许能办到。但最后一项真的有点难度，你知道？懒懒般的脸孔，啊，就这样的呀，已经天注定无法再改变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啦，对啦，没错，除非我真的去跟小叮当借那个传说中的人生重来枪，好像就有机会啦。对啊，你看大家都很清楚啊，什么部分是有可能达成的，什么部分是。就是洗洗睡黑洗博科林，大家都很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我找错了，为什么门把我关起来了 ？Let me go, let me go, let me go。哎，我走错边了，原来不是走到这里，可以变成懒懒般的恋孔。懒懒是什么东西啦？好像有点强，又有点鸡排的感觉。OK， 他那个爆炸也算哦。哎，快来点补血，我快不行了。说真的，救命啊！我快撑不住啦！黑熊不用跟小叮当借人生重来枪啊！我这边有卖华佗特制二转汤，狗屁呀、啊！不然你叫国军研发生化武器打进我的身体里面，所以呢，人家有这 Captain America， 所以我是怎样 Captain 台湾，要转职了变台湾队长，是不是？我不行啦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哎，不对，这个都要怀旧一下。我不行啦！求求你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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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能在这个山洞装置搞一个这么古怪的设置，在如此远离人烟的地方，这样的邪术行为证明了这个地方不是圣洁之地。我发誓，做出这种事的人将会为他的什么那个我不会念付出代价。我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。二转汤让你拥有吕布的武力、孔明的智力，简而言之就是在做梦嘛，妈永远都你就睡了都醒不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懂，你们就是这么想逼死我，这样我了解。我实况才来，喂，等一下啦！对不起，好像出现了一些不太对劲的泰国咪啊呢，加上奶油师的想象力，完全不懂啊！奶油师的想象力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退太远啦，我只是想说，因为刚刚有很多地方要用那个叫什么吊钩才上得去，我好像退的有点太远哦，被诅咒的村庄，对啊，我退太远了。
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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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丢！最后的最后，在附赠你雨根的方向感哦，这最难，这简直是一种折磨啊，你懂吗？我真的觉得哦，在玩不管玩什么游戏哦，它只要一旦附加了那个什么雨根导航系统啊，游戏难度瞬间暴增20倍。还有蚂蟥的死亡之握，那太强啦！那不是国军生化武器啊，那国军终结武器啊！这比折凳还厉害啊！折凳还要藏起来带在身上啊，死亡之握不用啊，随时就在你身边，比你穿的内裤还要贴身啊。Jackie 861，晚安你好啊！欸，那聊天室真的是不知道放在哪里，放在左上角会挡到血量，放到右上角会挡到地图。好啦，那我就你们觉得放在左边好还是放在这边好？我目前先放左边好了，左边看起来画面好像卡碎。DA 的难度哦，那我不想玩啊！这游戏简直就是混蛋到一个不行啊！十二个人鱼突然从水里出现，杀死了我所有的同伴，我恐惧万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的同伴伤痕累累的身体拖到水中，他们还没死。在被人鱼的后代啃食时受尽了折磨。放正中间，我刚刚是有放一下，但是这样看起来很奇怪。鱼根导航系统 DA 难度，古拉的 bug 系统。好了，我还是把游戏删掉好了。卡扎捆卡五米啊！我干！这个还是不能上去吗？应该可以的吧。呜呼！
要先发表不自杀宣言，快求解，听不懂。听不懂在说什么，求解二十点。应该有无耻限制，你的无耻指数太高了，你们还是去洗洗睡好了，我真的这么认为。看这应该，好啦好啦，应该还是不能下去啊，看来我想太多了。然后要这样子，就只为了这个好啊！最好里面写给我有意义的东西啊！在洞穴的东部，我看到一个生物在运送一个圣香，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旅途后，在从石头上渗出来的污浊的水，看上去也没那么恶心了。在我继续我的旅途之前，我将会先喝一点来充实我的力量，提升技能。哦，你会拿那个会有经验值，是不是地震拳？哦，看一下，啊，嚯！哦，干，还有超进入哎，强强强！今天真的是转转乐哦，可能今天是不宜开台的日子啊。那我想今天实况就到此为止，如何啊？大家晚安，拜喽。如何很贴心吧？这样你们就能先去看其他实况台顺畅的实况台，别往那边被我的实况台虐待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哇呼！哦，地震，真的假的？地震。你认真吗？Again！ 脆弱的冲击让我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意识。我醒来之后，因为恐惧无法呼吸，不是因为我疲劳的身体，而是因为周围躺着尸骸。我设法将自己拖出了地狱，但发现一些尸体开始动起来。上帝保佑我！喝个茶。以为我记错，一瞬间吓到。没关系啊，记错也无所谓啊，不像我连名字都没在记的，记名字什么都是太多余啦。打电动才是真的，什么都是假的，破关才是真的。欸，走错边了，好啊，算了，洗洗睡啦。哎，等一下哦，为啥你没有昵称？好啦，不要计较这种奇怪的事情啦，晚点，不是晚点啦，有空有闲有时有空，我就帮你做一个，好不？哎，干，走开啦。什么肉能能肉能能，怎么听起来好像还蛮棒的。
现在是在哪个、啊？你在这啊？我在哪？等一下，我在哪里？等一下啦，我现在在哪里啦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里啊。哦，拜喽！卫兵士，卫兵士。看打那种菜皮吧，已经没有经验值可以打了，好难过。你说该怎么办啊 ，Cecil？Cecil， 你说啊，该怎么办？我来啦！细胞，有些敌人具有魔法攻击。然后我还没有讲完，你就这样结束了。好啊，你们都这样欺负我、啊，这样我懂了。RT， 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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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围绕出去帮大能能改名肉能能，然后改天再一次统整，把你们的名字全部都改掉。Oh my god, this Castlevania looks cool. It's like classic but in 3D. 啊、oh, ，好啊，我看得懂他在说什么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、欸。他说这个就是看起来像经典的恶魔城。哇，我要怎么跟他讲？这个原本出在 3DS 上面，然后后来才改在这，改到 PC 上面、啊。算了，这可以这样吗？哦，抢！哇！欸，这段很多余欸，为什么要搭那个、啊、2D 比较好，我觉得没差啦，它其实改成这样也不是不行啊，因为如果你是在这种 3D 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的事情，会比 2D 的时候还要来得多一点啦吧。贴图要问个问题，什么东西的贴图？不是 PS3， 它不是出 S3， 它原本是在 3DS 上面。3DS 啊！这样我要报警处理了，好啊。什么大能人要全部露出来？你要报警处理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简直就那个了。哎，这谁啊？你在勾引人家吗？哦哦，阿斯阿斯！哎、欸，干什么啦？黑熊明天要开台吗？开屁哦！明天晚上我就要收假了，还开？噗！哦，这有点厉害。好啦，你在休困啊啦，洗洗困啊。这是算了，不要好了，我觉得下去会 GG 耶。身为一个勇敢的孩子，我们还是先值守吧。
这款游戏 P Steam 有卖吗？有吧？我觉得在 Steam 上面买得到啊。当当！哎，我已经九级了，我突然觉得我蛮强的。好像越来越奇怪了。哇！我的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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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顾看你们聊天在说什么，都没在看。你切了？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我听不懂在说什么？茄子。啊干好啊！我的头上就这样插了一剑。请问这样我如何打？不要说投降，他们不投降，那你就挂网啊！要我就挂网啊！我都不用看，我就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打喽是不是？那就挂网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每三秒钟就来点一下滑鼠啊，每五分钟，每两三分钟就点一下滑鼠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快开了！阿爸出来救我！等下了，我现在换女的。请问大罗缺角是什么？什么是大罗缺角？我不懂。转半天就为了做这件事情吗？应该不是吧。而且我现在急需血量啊，我觉得我快狙掉了。对，没错，挂温泉放推。哎呦，我就跟你说了，你就放推嘛，你就挂网嘛，你不要再跟他们玩了嘛，那么痛苦干嘛？跟你讲，你不参加会战，你就放给他们打的话，他们一定马上就死掉啦，死掉了就被推掉啦，推掉了就 GG 啦，对不对？是否？反正他们如果检举你挂网，就给他们检举啊！就是不可能赢的游戏，你就在那边。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不行，就是要打到底，不要投降啊。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不要浪费时间，然后就看你自己怎么觉得啊。等一下，我擦一下眼镜。现在左右上角就是怎么过去啊？不是这样子过去打啊！劝补血啊！我觉得我在被扒一下就死掉。厨房 kitchen。哦，新的怪物已经解锁了驼背。我怎么刚刚看成新的怪物已经解锁了北七？所以你现在等于就只有这个。锁链还会再升级吗？几乎啦。我这季卡在银牌，我想上金牌。黑熊吸人品借我，我跟你讲，我估计我再输一场，我就要掉到银一啦。所以确定绝对不要靠我啊，靠我会输的啊。
哦，看这边直走有补血，我看到。啊守门员是啥哦？守门员就是有没有看过足球啊？有没有？不是会有一个在守门的吗？就是有人只要突破到得分的时候，他就会挡在那里，然后不让你得分啊，那个就叫守门员。走在这个黑暗的地方，我发现旁边有一盘烤肉和一瓶葡萄酒。我祈求我的兄弟们能早日来救我。受到饥饿的折磨，我抓起多只的大腿，狠狠地咬了一口，咀嚼吞了下去。还好我还没多吃两口的，在我还没多吃两口的时候，发现我的上帝啊，那个带肉的骨头原来是人喽！谁谁困啦？Yoki 8847，晚安，你好。嗯，这个还是不能进去哦。好，算了。哎，蛋嘞，上面有那个可以，那个啦，就那个嘛。就是这个啦，刚刚被我看到了。真是好玩家啊！你刚刚不是还在这里骂他们说啊，就输了又不投降哦？茄子，你不能这样子啦，说话前后不一。啊，这边是要干嘛？哦，喂，等一下哦。怎么增加他的那个？按着跳吗？哇！怎么让他增加他的那个啊？哎呀！等一下，我要怎么让他那个？怎么让他那个荡的力量？不是荡的力量啊！17级就满等了，是不是？让我懂了。Jump， 要怎么让他
荡的大力一点啊。哇！距离这么短了，我不能再短一点吗？哦，可以了。哦，感谢老天爷！哇 ！Thanks God！ 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除了订阅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到 Twitch 注册一个账号，到我的实况频道点选追随，来参与我的现场直播哦。